今天要去海边。好，出发了。哦，今天好晒啊，出来。但是不热呀。还不热。因为你穿了长袖。好吧，他说不热，我快热死了。我今天穿的长袖，没有短袖。那样儿，已经没有短袖了。哎，只能在树荫下走一走，不敢去阳光的地方。一会儿要坐很长的地铁，据说要坐2个小时才能到海边。今天天儿还是挺好的。好，现在看到阳光了吗？这么晒。2000 years later。我们到海边了，人不是特别多，但海浪还挺大，不知道能不能从镜头里看到。哇！我们到大海喽。到了很清的海吗？就你要写的。但是可以还行，比北戴河那个清。对，这边沙滩跟北方的沙滩不太一样。我去摸摸那个水。鞋全湿了吧？没有，你看那个摩托艇。对啊，特别危险，特别刺激。如果掉了，你基本就摔死了。即便底下是海，这边的沙子是那种跟小米粥似的，跟棒渣粥似的那种颗粒，就是一个个颗粒的。喜欢这里吗？风吹，注意点形象。手机拿了吗？我们要离开沙滩。再来。我们要离开沙滩了。这里风开始变大了。超级凉快。我喜欢。头发都不受控制。我不。那个人可能回不来了，是吧？你看他那个翻起来了，哦，他是倒了，那怎么办啊？之前那个船去救他了。他想把河船好，哦，来了一个那个，哇，好，真牛逼，像超人一样。然后看一下，哎呀，第二个，这是表演的吧？要走了，要离开沙滩了。嗯。拜拜，大海。2000 years later。我们回来了。今天懒得动了，然后晚上点的外卖，看看今天我们吃什么好吃的。这是炒牛肉什么什么裸条，这个是牛杂，就是牛杂里头还有好多菜，清汤煮牛杂那种，哦，这也是就放不下了。这是炸云吞，这个是咖喱鱼蛋和烧麦和肠粉混一起的，这是就茶餐厅里都有那个西多士，这是那个买了一个菠萝包，里头加了午餐肉和鸡蛋，但是没有黄油是吧？嗯。然后这边是你水点的什么？酸菜
柠檬茶跟奶茶，冻柠茶跟冻奶茶是吧？那个是鸳鸯，冻鸳鸯和冻柠茶。哦想与你天一分勇气，做花仙飞天见等地，看星闪作邂逅，吃掉烟花再喘气。那动人时光，不用从何，难平说温暖以后的年华，再关起那分手最动人时光。会记依然没有放，这边有会记，搜搜有没有会记？保安部，保安部是吧？